边一搭项链换，玉乐询问探一探，玉乐询问赖伯宝，再给大伙唠一唠。杜明命行叫金趁，玉乐全力大命刃，这个命行不一般，人称雷厉小雅玄。话说依旧就令念，金趁出生在济南，父亲职业练舞刀，从小吃苦也不少，深知舞刀非常累，自己深刻有体会。金趁送进少年宫，除了舞刀啥都懂。机会总是很偶然，金趁爱好也扭转，偶然接触了舞刀，感觉跳舞非常好，舞刀学院也出名，让人羡慕不能行，受人排挤落下病，金趁患上抑郁症，幸亏父母发现早，细心呵护治疗好，临近高考苦努力，上西北舞都晋级，两所大学都考上，说明金趁非常棒，最终选择进北舞，不怕学舞刀吃苦。不幸患上心脏病，舞蹈之路也葬送，不甘一生太平凡，尤其选择做演员，金趁踏入演艺圈，注定一生不简单，收获很多的爱情，至今没有婚姻证。相貌美丽的金趁首先认识了邓伦，邓伦剧组去探班，不料轰动娱乐圈，亲密画面被拍到，两人恋情也被曝，青涩爱情难永久，两人随后就分手。金趁离开了邓伦，然后认识董有林，两人牵手配成对，亲吻未遂去约会，两人恋情没多长又被棒打了鸳鸯，内地小雅先称呼也被网友所关注。因为认识李易峰也让金趁更加红，两人很快传绯闻，以此发展成恋人，两人相处机会多，很快被传出拍拖，可惜这个李易峰迅速辟谣了恋情。金趁半生有成就，认识很多小鲜肉，人生处处是桃花，就不一一来生娃。如今金趁30多，还在为事业拼搏，经过几次的恋爱，感情早就抛脑外。女人过了30岁，要把婚姻来面对，婚姻孩子和家庭，缺少哪个都不中，缺少哪个都不行，都要努力去完成。特立独行的金趁，希望早日能嫁人，那个能嫁人。作为保养白白和出轨，陈羽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心凡红啥都在对，闹乌龙的萨拉评委会，凡也作品特务出错，明知为何笑而藏，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